生命好脆弱，因为魔鬼会随时出现，无声无息咁将你带走。你咪话过同个女人讲清楚之后就死得甘心嘅，我就俾多次机会你。如果证明到你系衰人嘅话，咁即系死得啦。你系魔鬼，你又点会知道乜嘢系人性啊？嗨，我叫阿峰啊，新搬嚟嘅。我见大家楼上楼下，过嚟打个招呼咯。我已经谂到带走边个嚟代替。真嘅？我要带走嗰个人，你阿妈。你讲乜嘢啊？嚟啊！随便指一个，指边个死边个，咪唔使考虑咁多。点可以咁噶？即系咁啦，你拣个衰人，你话边个就带走边个。俾啲贴士你，搵啲你好憎到佢想死嘅人咪得咯。呢个唐经天净系挂住搵钱，当年你帮佢咁多，但系你离开药厂之后，佢就抹走晒你啲功劳，你应该好憎佢嘅。你无端端走去惹唐经天做乜嘢啊？你想点啫？我想帮你啫。想帮我定害我啊？好好谂清楚，边个比你更加抵死？间铺系阿达俾我噶嘛？喂，